二度蜜月，这里是二胎圣地。哇，这边看海岸线是一整片哎。酒吧点一杯，然后我们可以直接走去海边。二三 ，Cheers！ 可以租那个衣服，好盖。越南的我服，简单穿，漂亮人可以穿。哎，我很抱歉，漂亮人就是这么麻烦。哎呀，好周五。每周六晚间8点 ，TVBS 42台《演员们的旅行》。